妇女节前夕，花莲市公所推出了“你来借书，我送运动券”的活动。只要在这个星期六日前往花莲市的图书馆社借三本书，就可以获得女性专属运动馆的免费体验券一张。市长吴嘉贤欢迎大家一起来阅读、来运动，也更提醒男士朋友们要尊重女性，祝女生们妇女节快乐。庆祝妇女节也能够换个方式，花莲市公所推出你借书我送运动券的活动，只要在3月6号、3月7号两天在花莲市的图书馆社借三本书，就可以获得女性专属运动馆的免费体验券一张。那在38妇女节的时候，我们前期有一些好玩的活动，那特别是在我们图书馆的部分，我们针对我们所有来到我们图书馆来借阅书的，在这个礼拜六、礼拜日，那借阅三本书就可以获赠，女性的朋友们就可以获赠一个体验券，运动场域的体验券。那我们也欢迎所有姐姐妹妹都能够来借书运动，然后得到好的身体，才能够照顾自己的家庭跟自己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在38妇女节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也有配合一些节庆的一个方式，也有一些线上的一个妇女相关的一些书类的可以大家来借阅。那我们图书馆也会推出一些好玩有趣，对于针对妇女的部分的一些书籍，也欢迎大家看书运动，然后得到更多的健康。那再次要呼吁大家尊重我们身边每一位女性，也爱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女性同胞。那祝福大家妇女节快乐。花莲市立图书馆表示，馆藏当中有许多适合女性阅读的书籍，不论是健身保养、智慧理财、居家生活，都能够更充实女性内涵。市立图书馆还有线上电子书可以让女性朋友来阅读，而赠送女性专属的运动馆体验券，更可以让妇女们培养运动习惯，塑造美丽线条，还有健康体魄。庆祝38妇女节，花莲市公所鼓励姐妹们当个知性美人，充实自我，也让生命更加精彩。妇女节来借书送健康。记者会欢迎报道。